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那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呢？这是一张逃脱地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想办法从这个疯狂杀手之家里面逃脱出去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来，那一开始的话，哦，有一个人在盯着我们。啊，那我们快点逃吧！需要钥匙才能打开这扇门，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找钥匙了。哦，没有钥匙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找不到钥匙哎、欸！诶、欸，难道跟这个人拿吗？好吵啊！他一直在碎念。啊，有，这里，终于找到了。OK。那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房间了吧？好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哦，啊！就是这个杀手是吧？这里还有一个陷阱哎、欸！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逃脱啊？来到很像客厅的地方。哦，啊，绕过去就可以啦。然后接下来是跑酷，来吧。OK。哇！我还在看这一关是什么，就突然有一个东西压下来了。哦，所以不能被这个压到就对了。OK。家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好了，通过了。那下一关呢？哦，来到地窖啦，但是不能碰到这个酒吧？碰到这个不知道是酒还是血的东西就会死啊！好，跳过下一关。这个房间淹水啦，这里还好，这里非常简单啊，我们就直接东往下一关吧。哦，蜘蛛巢穴。他家什么都有哎、欸，啊，走，我们去第七关。哦，碰到这个线会怎样啊？大家会很好奇吗？我们试试看啊。碰到线就有一个图跑出来而已啊，也没有什么特效之类的，也太烂了吧。这边哎、欸，这边可以跳哎、欸，啊，要踩这个记录点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跳上去。那个杀手呢？杀手没有追出来，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杀手本人呢、欸，都是一直有图片而已。这边不用跳吧，这边直接走上去就可以了。OK。哇！一直有这个压下来啊，因为地图太黑啦，然后它这一根又特别黑，啊，这样也碰到。来，这样该不会了吧？OK， 啊，过了，终于。然后接下来，哇，这边就要跳了，这边就要跳了，不能像前面那样了。好，跳过了。然后又是蜘蛛啊 ，you， 啊，这边也轻松跳过。好像要逃脱出去了、欸，哎。来，通过这个刺刺的 ，OK， 好，传送到下一个区域啦。并有裂掉啊！果然，这裂掉果然不能踩啊！好奇心太重啦！来，从这边。咦？啊，裂掉的木板就是整个就是透明的、啊，那为什么刚才那个可以踩啊？我们就跳过那块木板吧。OK， 去地下室之类的。咦？监狱是吧？啊，有一些人被关在里面啦，然后都死了。哇、哦，还有人被吊起来。喂，地图到底是怎样啊？好了，跳过它。OK。哦，到了下一关。哎呦，三选一是吧？那我刚才选中间是对的。然后，哎呦，这块木板特别浅哎、欸，哎、欸。
应该是这个。那接下来是中间的吗？果然，选浅色的、啊。哦，第十八关了，迷宫啊！哇，哟，这怎么过啊？难道用那一招了吗？一直靠着右手走。好，我们用这招，我们用这招。哟，到处都有写，用血写的字啊！快快快，最后两关了！一直靠着右边，一直靠着右边，总会走出去的。来来来，可以吗？绕了一圈啊，这里。哦，感觉要出去了。我一直靠着右边欸，还是走不出。哦，地上有血。呀，死路。这里也出不去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一直靠着右边啊。我们竟然都已经一直靠着右边。啊！竟然有杀手啊！我以为没有欸，竟然真的有欸，吓到！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我出去了吗？前面好像就是终点了欸，就在眼前了。哇，该不会又追过来吧？哦呦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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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了最后了，通过这条马路，炸！这样也可以撞到啊，这车太快啦！走过来一点，走过来一点。啊！过哇！好难哦，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们靠过去一点。那台黄色的车超快的欸。这样，这样走可以了吧？靠！这还不行欸，这次一定要过啊！好快，好快！啊，走！啊！我不信，一定可以过啊！哦，要跳，要跳，用跳就可以啦。OK， 过喽！哇，有了，有了，有警察来救我们了！逃脱成功啦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